阁下，我们还要召集赶路。这个女人是山本将军的重要犯人，不能耽搁。这个女人在哪里抓住的？我们只负责运送，抓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。人既然已经抓住了，我们为什么没有收到撤回的命令？我哪里知道？放心。 有人吗？好像没有人。咱们这一打惊动了鬼子，看来乔装成日本人是不可能了。这鬼子好像知道我们要走这条路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感觉他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难道情报泄露出去了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大路走不了了，绕小路吧。好，咱们上山。张文君，咱们分头搜索。嗨，走。 一直跑，应该可以下山，到山下以后，你想办法进城。到城里找到皇家老店，店里的掌柜叫老全。皇家老店的老全，对，他会帮你回到根据地的。明白，那你呢？我干掉这几个小鬼子，我就去追你。山路难行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我不会一个人走的。你。
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守住，不能让他们有机会逃走。孔明同志，你必须要走，别忘了，你身上是有任务的。如果你不走，那么多兄弟都为你挡子弹，他们的牺牲都白费了。就是因为这么多人为我牺牲了，我才不能一个人走。你。 顺子哥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没什么打算，还是跟以前一样。哎，那不是拿水壶那个人吗？站住！他不是个保镖吗？站住！他怎么会碰上日本人了？ 站住！你们救人，我把鬼子引开。好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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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能如此的重要？有那么多的人为了保护你而牺牲。 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？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谈话始终能够在友好的气氛当中进行。可是，如果你不配合的话，你可以试一试。苦行之下是没有秘密的。你错了。 当人超越疼痛极限的时候，人体的自我保护意识会开启。意志坚强的人会关闭自己的疼痛神经，让自己处于麻痹的状态。如果疼痛进一步加剧的话，你不会得到任何秘密，而是一具尸体。 监狱失火了，慌什么？火势大吗？还不知道。你带人过去看看，如果火势大的话，就把那个女人转移走。是。等等，难道是有人劫狱吗？啊！你马上集合队伍。是。 Ah!
这是七星剑，青玉之血，把它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就行。啊，谢谢你。你是猎王？算是吧。猎王，那就是说是打猎的高手。好啊。也不完全是，我们祖先是从遥远的北方迁移过来的，落户在这青龙山上。原本我们是一个统一的部落，后来祖先怕长期聚居会让族群退化，就将整个部落分成若干个不同的寨子，但是又怕各寨之间产生纷争影响团结，所以才有了猎王这个称号。所以说猎王不仅是打猎的高手，还要是很好的头领。猎王的职责就是守土护林，保家卫民。你们祖先的目光非常长远。那当然了，我们祖先可是这说来话长了，等一下我让张婶儿帮你准备衣服，你们好好休息，休息好之后我再请人送你们下山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能老叫你大小姐吧？我叫孔梅。孔梅。阁下，我找当地的人问过了，这个叫鸟铳，是中国民间一种古老的狩猎武器，通过点燃火药激发铅弹，从而射杀目标。你是说那天劫走犯人的那伙人用的就是这个东西？是的，这把枪就是我们在山上追击敌人时捡到的。你管这个东西叫枪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东西几百年前就有了，我的曾祖父好像就有一只，我们在青龙山遭遇阻击的时候，那伙人是不是也用这种东西？是的，阁下。他们好像是一伙的，从我们受伤士兵的伤口分析，就是被这种东西打伤的。那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们惯用于刀和弓，出手很快，射击精准，瞄准的都是要害部位，并且他们惯于丛林作战，善于奔跑和隐藏。我们分析，极有可能就是当地的猎户。猎户？对，青龙山的猎户。青龙山的猎户？你准备集合队伍，明天一早出发，彻底扫荡青龙山。如果连猎人都敢反抗皇军的话，拿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还有什么颜面打赢这场战争？嘿，中国有句话叫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既然你们是猎人，那就应该恪守本分，怎么可以跟皇军作对，跟八路搅在一起？八路在哪里？什么八路九路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。你是这里的头领吗？在我们青龙山能称为头领的只有我们猎王。猎王？
猎王在哪里？你们永远别想见到我们猎王！你们快走吧！快走！把这里给我烧光！烧光！ 顺子跟小鬼子打起来，因为啥？还不是因为个女人呗。这女人呢，听说是省城大户人家的小姐。 黑子，这件事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全是日本鬼子干的。我黑子讲道理，日本鬼子的仇我一定会报，但是我虎跳寨跟鬼子乡里没有恩怨，要不是因为他们，鬼子怎么会上山？他们两个今天必须得死。你以为没有我们？ 鬼子就会放过你的寨子，放过青龙山，你就错了。抗战以来，有多少中国的老百姓被屠杀？日本人所到之处，到处实行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，为的就是要侵略我们的国家，让我们放弃抵抗，最后沦为亡国奴。就说虎跳寨，日本人今天不来，明天不来，他后天也一定会来。 我们只有自己拿起武器，才能保卫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。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黑子，我孔梅虽然是一介女人，但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。杀了我，可以让你看清楚形势，奋起反抗的话，我愿意死在你的刀下。那我就枪决你！
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我们的祖先自落户青龙山以来，向来是以打猎为生，自给自足，很少与外界往来，这个中的详情众所周知，历任猎王都不敢违背祖训，可是大家有所不知啊，为人猎王除保家安民之外，还另有他任，广纳当今世上各种先进之武器加以收藏，一则欲荒祸之年以备不时之需，二则如有强敌来犯，我们不至于兵器之处落败，故而这里是我们青龙山历代祖先心血之所系。还有这些是我们青龙山先辈们抗日外辱所用之盔甲战袍，保留至今，殊为不易呀。顺子，你过来。你现在已经是猎王了，老朽本想将猎王刀传与你，这兵器库的详情原委晚些时候再慢慢告诉你，可是近来青龙山连遭不测，今日老朽破我组织，当着众人之面将此等圣物取出交付于你，望你能妥善使用，不要辱没了先辈的名声。老流氓，相信我，我绝不辱没祖先，绝不辱没猎王的称号。今日日本鬼子烧我村寨，杀我族人，从今以后就是与我青龙山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吴有顺对天发誓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
侍女他们快到了，抓紧时间。好，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好了。放心吧，顺子哥，以我长脚，小鬼子跑不了。好，鬼子马上到，藏起来。赶到卧龙桥，快，嘿，快走！小看这帮野人了，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在这里等我。不过猎人他终归是猎人。阁下为什么这么说？猎人只懂打猎，可我们是职业军人，我们打的是战争，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，而绝不是这些狩猎的小把戏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他们一定是在对岸的树林里等着我们上钩。张国川，在制高点安排火力掩护，用火力压住敌人，先派几个人过桥，其他人注意警戒。阁下，桥上会不会有陷阱？只是掩护而已，执行吧。嘿，上制高点。鬼子上桥了，我在桥上的草堆底下买了炸药。
我和国邦已经商量过了，今天就下山。顺子兄弟，救命之恩容我日后再报。说实话，和你一起打鬼子挺过瘾的。告辞。哎，等等，小石头，顺子哥，拿点干粮给他们带上。哦，谢谢你。站住！哎，老总，老总，什么人？我们是山上的猎户啊！封山了，回去吧。老总，老总，媳妇儿，你先下来。老总，这可不行啊！你看，我媳妇儿她得了疾病，我们山上的郎中看不好了，让我们赶紧去县里治。不行，太君有令，封山了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哎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啊，老总，老总，给条活路啊！给条活路，过去吧。哎，谢谢老总，谢谢啊。太君来了，太君。封山了，封山了，快走。太君。走。走。站住。壮过身来。壮过身来。
没事。任何东西，你是说？没错，我就是您的命令。我怎么没想到？你们两个，我不来找你们，真打算一辈子待山上。顺子，你们来得太及时了，我以为我们俩要死在这儿了呢。想死可以，别死在青龙山上。啊，走。来，走。有人。派个人过去看看情况。不能硬来，我可这样吧，我们兵分两路，翠兰、大妞，你们护送红梅到虎头寨。国邦，我们去断龙崖，把鬼子引开。哎，你骗谁呢？断龙崖那边是死路。哎呀，崔老二，你别拧了，这意思就是让你去叫上黑子过来给鬼子后面来一下。打鬼子的事我得跟你去啊，这事交给你了。啊，翠兰，告诉黑子，断龙崖汇合，走。你们俩小心。哎，你再走，快快快快走。三人一队，前进搜索。嗯。
小子，你以为你牛爷这么好追？啊？拿来，拿来，让你小子睡一会儿。来那边，站住！别动，站住！对。顺子哥，关门！我捅了狼窝了，准备打了。来人！在我后边的，快打呀！站住！快走！林斌，快追！嗨！这黑蛋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所有人立即上子道。丹娘，擒贼先擒王。
翠兰奶奶就是被他杀害的。翠兰，顺子兄弟，该走了，鬼子的援兵马上就要到了。撤！撤！走！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们要是走了，他们怎么办呀？其实我也想过，尽管不是我们的主观故意，但我们还是把这场战斗引到了这个寨子。我们这么走啊，我心里确实觉得愧疚。我也是，但不是愧疚，而是责任。现在看来，他们不仅是一群猎人，更是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，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。但是，你得想清楚，我们的任务更重要，而且这个任务，我们失去了那么多的兄弟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你不用劝我了，我都懂。如果不是这次任务紧急，我倒希望能留下来，留下来，好好的帮帮他们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等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会向组织汇报这些情况，回青龙山帮助顺子他们建立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。知道咱那天杀死那小鬼子是谁吗？管他是谁呢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就是那天放火烧咱们寨子的那个松井他儿子。真的？真的，有人在县城打听到了。哎，现在整个青田县都传开了，说那个松井正在给儿子张罗丧事呢。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好像是在县城的日军司令部。这仇报了，你不高兴吗？只要这老家伙还活着，这仇就不算报了。烧咱们寨子的那个松井他儿子，说那个松井正在给儿子张罗丧事呢。
就是野人，只是太蠢了。招呼他。长角到石门洞来报信，说你带着火器出门，都知道你打猎不带火器的，我就猜到你一定下山找鬼子报仇了。算你小子聪明。怎么样，还能走吗？死不了就能走。你呀，鬼子来了。记得小时候听说书的人说过，士为知己者死，要我丢下你我办不到。走。顺子，顺子，听我一句劝，青龙山不能没有你，也不能没有你。三合围，快！
真想不到，咱们这次真走不出去了。你们两个真行，闯了鬼子的驻地，还能活着回来，啊！没有你们的帮忙，我们谁也活不了。顺子，这黑子尸血太多了，你们得马上回寨子。一起走吧。不行。附近的鬼子还会再回来的，这里让我们来应付。你快带黑子走吧，要不然白拼命了。谢谢。他们这样的人不加入我们的队伍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鬼子追上来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抓到顺子，得想办法引开他们。这样，你先在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，我把鬼子引开，再回来找你。小心点。
这荒山野岭的，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哎呀，兄弟们，我们这回可是赚大发了啊！还是个如花似玉的小娘们。你是谁啊？你别怕，我慢慢的告诉你。我呢，就是青龙山姚三爷手底下的第一把快枪手，江湖人送绰号白手虫。就是我，姚三爷是谁啊？啊？姚三爷你都没听说过？那你就不是本地人。来，让爷来摸摸，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就别用劲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个网呢，就是你越用力呢，就抓得越紧，越紧呢，它就越疼，疼在你身。他疼在我心，把他给我抓了。好嘞。喂喂，哎呀，我说把这美人给我抓了，两个他娘的一对笨蛋。重爷，这兔子被套住了，抓住没？给。哎，啊，真是冤家路窄呀，小腿跑得够快呀。哎，这回可是你自个儿送上门来，可怨不得别人。三爷，这女的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，怎么样，还颇有几分姿色呢。滚蛋。姑娘，说说吧，哪条道上的？我是过路的客商。哦，这就对了，我们兄弟啊就专做客商生意。哦，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买卖，我们要怎么提成才符合规矩啊？嗯，不知道三爷这儿挂的是哪串炮仗，二踢脚从您这儿过怎么收法呀？这一看还是个经常在外走动的呀。哎，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生啊？我记得我没做过你们家耗子的买卖吧？这做买卖嘛，不都是一回生二回熟吗？您要是给个面子的话，我李子不会亏待您的。那你也得给我透个实数啊，总不能就这么炸火的兄弟们。您来开，但是有一样，我现在也算是落难在外了，身上也没带几块银两，还得劳烦您找个兄弟陪我回家取一趟去。送你回家？哎呀，这位姑娘，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啊，把我们这些干坐地营生的当做满江湖跑镖的能人了啊。这可不行，没这个规矩啊。还是请您修书一封，让我的兄弟们到你的府上去讨个赏。行了，给姑奶奶一点考虑时间，我知道您是贵人，放心，我的兄弟们不会造次。
白少成，白少成，啊！送姑奶奶下去，酒饭伺候。请吧。走。咦，青龙山猎王前来拜见姚三爷。青龙山猎王吴永顺。你就是羁押黑子的新猎王吴永顺。你的兄弟黑子让我打发了，我也知道你的来意，可我们吃饭的家伙事儿那是绝对不会借的，所以请猎王免开尊口。我想三爷您误会了，我今天来不是来借枪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是这样的，正巧我有个亲戚被扣在您这儿，我想请三爷给个面子，让我把人给带回去。你们上他们那边拿人了？没有，没有，去了，去了，谁全了？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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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能，没去。我没有。看来猎王是误会了，这坏规矩的事儿，我们绝对不会带头干的。说到这个规矩吧，我倒是想请教请教猎王。我听我们兄弟说，在我的管辖界内有你的人设的兔子套，这个事儿你总得给我说道说道吧。行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好好的查清楚，如果我们石门洞真的有人越界捕猎的话，我一定给三爷您一个交代。交代就不必了，我姚三儿可不是那种小气的人，可是说实话呀，我这儿确实没有石门洞的人。怎么，信不过我姚三儿？不，三爷您的话我当然信得过，不过您可能误会了，我这个亲戚他并不是青龙山的住户，而是一个过路的客商，而且还是个女的，叫孔梅。是个娘们儿。这女的吧倒是有一个，不过他已经答应让他家里人送钱来了。不知道猎王三爷，其实不瞒您说，我们这些猎户都是靠山吃山，平时也没什么积蓄，所以我今天纯粹希望三爷您能够给我个面子，让我可以把人给带回去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红口白牙的一句话就得给你面子，你把这当什么地方了？三爷，这是我们山中猎户的至尊信物猎王刀，我吴永顺可以在猎王刀前发誓，日后我石门洞有恩报，任您差遣。去，给我把那个娘们带上来。是。猎王，人你可以带走，不过黑子可在我这儿坏了规矩。抬上来。猎王，那个就是你兄弟黑子用箭射的。猎王，你不要怪我姚三儿故意刁难你，就这样让你把这个人带走了，我手底下的弟兄会不服的。你是猎王，应该有点本事，所以想请您当着我们弟兄的面露一手。是啊，露一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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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不知道三爷您想看什么？这个嘛，
这吕奉先辕门射戟，我从小就听。不过，我不相信。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，就不知道列王有没有这种本事了。不过，我这里没有方天画戟，只有几个小俗物。那你输定了。是吗？那我这个东西放哪儿好呢？我相信你。我觉得这个小核桃放在这儿一点都不好玩，既体现不了你烈性女子的胆识，也证明不了新烈王超人的本领。我觉得这个小核桃啊放在这儿是最佳位置，这样玩起来才更加刺激，这样玩是不是更有意思啊？我们这个聚义厅吧，不足百步。你看你这个距离，是不是很难让众人信服啊？
全局对我们有利。纸上谈兵，要是打实战的话，还得靠你们。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看见没有，这就是背叛的下场！哼，这个兔崽子，我没把他的事儿说出来，他居然还对我下起手来。这几个呢？怎么处理他们？听三爷吩咐。不过，像这种吃里扒外的，都他娘扔到山里头喂狼去。三爷，请烈王和黑子兄弟到大堂一叙。好说。不过，按照我们寨里的规矩，二位得把火器放在外面。什么？要不是我们救了他，这幺三脑袋都没了。好了，黑子。既然这是贵寨的规矩，我们就照规矩走。大伙儿先回去，我和黑子去见一下三爷。顺子哥，我们留在这儿，防止他们这些人再出什么幺蛾子。黑子，小心，机灵点儿。哎。黑子兄弟救我于危难，顺子啊，不，烈王挽狂澜于不倒，我姚三儿没齿难忘，这杯酒我敬二位，我先干为敬。三爷，您这是想开了呀，还是拿我们兄弟俩试毒啊？黑子兄弟，我知道昨天多有得罪，也许是哥哥想多了，惭愧，惭愧。三爷，我看你是想少了，不然你身边有这么个货，都没闻出个味儿来。既然我已经谢过二位的情，接下来我就跟二位说说这个礼。三爷，您不会怪我把这些东洋货带到你这儿来吧？这些坛坛罐罐的肉，我姚三儿还不至于怕到吃不下去。我说的是规矩，你们坏了规矩，拿着我借给你们的东西去打小鬼子，甚至还给我做局，让小鬼子来攻打我们。放屁！来，哎，看这个，来了。烈王跟黑子正在聚义厅跟三爷谈事儿，这桶烧刀子是犒劳各位兄弟的，请吧，各位。哎呀，三爷知道咱们口渴呀啊！
哎，哟，酒还真不错呢。哟，大牛，既然酒不错，替大伙尝尝吧。行啊，那我就盛上一碗，让你替大伙尝尝。来吧。好，那我尝酒就不客气了。这碗酒就敬青龙山的列祖列宗们。这哎呦，二位，你看这列祖列宗都喝了，就等于我们大家伙都喝过了啊。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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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了。好，我们就在这安心等待列王了，没什么事儿，请回吧。哎，我那什么呢？行吧，来，走。该我了吧？哎，对对对。三爷，你那个兄弟白手虫自己私弄了个弹药库，你都差点见阎王，现在跟我们兄弟俩在这儿讲道理，我看你还是先把你那点事儿弄明白再说吧。你，好了，孩子，有话好好说。行啊，你们都走吧。上次放走那娘们儿的事儿，就算你们还清了。从此以后各走各的，互不相干，恢复组织。三爷，要说太平年景，你刚刚说的相处之道我非常赞同，可现在世道完全不同了，我想你也知道，打今天开始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无法躲避日本鬼子所带来的这场劫难。我劝你早日看清局势，早做打算，该说的就是这些，告辞。孩子，还玩呢？来来来来，顺子哥，咋样了？别提了。顺子，咱们把他救了还冤枉咱，早知道这样就甭理他，让白手虫把他弄死算了。好了，消消气吧你，他也有他的苦衷。顺子，你还是猎王吗？咱们青龙山的猎王就从来没怕过这帮土匪，今天这个有苦衷，明天那个有苦衷，那我还有苦衷呢。你有什么苦衷？我一肚子气。你真的是，黑子，一码归一码，明知道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大伙都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张角，走。哎，给我。哎，怎么了，古宝？找我有事？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行。小石头，大牛，你们俩去山下看一下，看看鬼子是不是已经撤回城里了。啊，走吧。走。啊，哎，走。我去你娘的！我姚三从老寨主手里接过寨子二十几年了，没像今天这么丢人过。我待你们不薄啊，居然跟那个王八蛋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！你让我姚三在那帮猎户面前丢人，让整个青龙寨在青龙山丢人，信不信我毙了你？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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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饶命！三爷饶命！饶命！三爷饶命！三爷饶命！三爷饶命！如今那帮猎户招惹了鬼子，让咱们也脏了手，湿了鞋，这常来常往的挡阳路是没得走了。跟着我，跟着我，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。看在你们跟了我十几年的份上，我放你们走。从此以后，不要再让我在青龙山看见你们。把我留下吧！三爷，不能放了！三爷，放了！三爷，三爷，救你了！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！告诉你们，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，带着你的主子，赶紧给我滚！滚！快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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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家的，不能放他们走啊！是啊，三爷，不能便宜他们，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
你是想和我说打日本鬼子的事吧？没错，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。这批枪都是从日本鬼子那边劫过来的，弟兄们用习惯了火铳，这些新家伙一上手难免会不习惯。啊，对，你说这枪它叫什么？这个三八大盖。对对对，三八大盖。顺子，我找你来不是想跟你说这些。你们常年累月在山里狩猎，枪这玩意儿你们有天生的悟性，我只要告诉你们使用方法，过不了几天你们就会用了。这点我丝毫不用担心。那倒是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战斗中的单兵作战和半排作战。单兵作战啊，你想说的是不是排兵布阵？排兵布阵。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。那咱俩说的就是一样的。你怎么想的？说来听听。其实啊，经过这几次的战斗，我深深的知道打仗和打猎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仔细的观察过日本鬼子，他们每次要攻击的时候，不管是他们的行进路线、武器的分配、人与人之间的配合等等，都好像事先商量过的一样。不像我们这些猎户，我们看到目标我们就打，自己打自己的，谁也顾不了谁。就好比刚刚一样，我们三个同时干掉一个日本鬼子，你说那多浪费是吧？对啊，虎豹，过一阵子你就要离开，可是我们还得继续跟日本鬼子干。这段时间我在孔梅身上学到不少，就是还没时间来向你请教。所以国宝，我想请你帮帮我们，教教我们什么叫做排兵布阵，包括我自己。好，我听你这么一说呀，咱们俩还真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什么慌？东洋人，东洋人。在哪儿？在山下，看样子好像是路过青龙山。有多少人？十几个人。奶奶的，也报仇的机会来了！给拿枪。是。弟兄们，准备上当！好家伙，快点！三爷，弟兄们，小鬼子又上咱青龙山了，上回咱们差点让他给灭了。此仇不报，我姚三儿以后怎么在青龙山立足？咱们青龙山能不能找回面子？咱们能不能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？就看今天了！报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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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弟兄们，跟爷下山，打打狗日的！鬼子人数不多，只要我们开枪把他们引进山里，剩下的三爷他们会做。只要他们敢进山，一个都别想出去，就怕他们不敢进圈套。
这应该是敌人的前哨，让士兵们提高警惕，准备上山。像是游击队，不管是谁，全部消灭。灭亡！灭亡！灭亡！护卫站那边有枪声，好像打起来了。糟糕！会不会黑子又找幺三了？叫兄弟带上家伙走。这本太厉害了，今天日子没选对啊，咱得想办法逃啊。是啊，三爷，留条命在，咱们来日再战。像我姚三儿占山为王这么多年，好事坏事干过不少，可从没被人赶尽杀绝过。今天大难临头，气数已尽，告诉兄弟们散了吧。想走的我姚三绝不挽留，不想走的跟着姚三和鬼子干到底。当年大当家力排众议，把寨子交给了我，我不能到了阴间见着他抬不起头啊。三爷，我留下来陪你。我也留下跟狗日的拼了。拼了。好，姚三在奈何桥上等着大家。三爷，您慢走一步，
我先去了。回来，回来。弟兄们，跟鬼子拼了！拼了！你叫什么名字？爷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青龙寨大当家，姚三儿。你们是游击队吗？有个屁呀！老子是土匪。那你为什么要袭击我们？哎呀，我以为我们土匪够不要脸。没想到你们小鬼子比我们土匪还不要脸！你们在青龙山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你还问我为什么要袭击你们？我呸！老子今天栽在你们手里，我认栽了。你要杀要剐，快着点！一郎，那我让你也死个明白。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第十四师团特别行动队总指挥板垣佑一大佐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烈王相救。别客气，我姚三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种亏。我姚三对不起兄弟们。三爷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我看许多兄弟都受伤了，先安排他们疗伤吧。啊，行。这鬼子撤退的方向应该是咱们的猎场，不如咱们追上去，好好的干他一下。鬼子不熟悉地形，肯定没有我们快。我们去追鬼子，狠狠的打，走。走。跟上来吗？不确定。那我们刚才为什么不打就撤呢？刚才的地势对我们非常不利，必须撤出。而且后来这帮人显然受过一定的训练，比那帮土匪强。观察观察再说吧。
小心有埋伏。报告大佐，敌人跟上来了。隐蔽。是。
顺子，这仗是怎么打的？你根本不配当猎翁！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你不配！我这么说是为了大家好，你们以后会明白的。